被我堵到了。哎，我不借都不行啊！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想借钱不还？别靠这么近。就当我求你了，可以吗？佳佳，佳佳，开门，佳佳，佳佳，佳佳，我们到了。小虎哥，现在山上好多人都在捡板栗。我去迟了就没了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哎，佳佳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你也要去吗？啊，那我们一起走吧。好，走。哎，小虎哥，哎，扶你一下。好，我们这坡有点陡。你也慢点啊。哦，真的有很多人来捡啊。这地上都是吗？佳佳，为什么长在这个里头？板栗是带刺儿的吗？板栗一直都是长这样子的呀。哎，这是不是？哎哎，小虎哥，别用手碰，我这里已经捡了好几个了。你要吃一个吗？我给你剥一个吧。我们这里的板栗到秋天可甜了。小虎哥，这个我只是咬了外面的壳。哦，没事，我不嫌，我不嫌弃的。哎呀，还是回来舒服呀，太舒服喽，这阳光。小虎哥。哎，谢谢啊。真的好甜啊，跟你一样。这样的佳佳，秋天应该是收获的季节。小虎哥，你等一下要不要带一点走呀？这么多板栗。好啊，佳佳，你沉吧，要不我帮你背吧。不用。怎么了？哎，今天真是巧了，又被我堵到了。哎，爷爷大了吧？那就好了。今天的钱有着落了，是不是？佳佳，你别怕，到我这儿来。哎，妹子，你不要怕啊，老板今天在这里。这个，要不要把这个事情像上次一样帮他妈妈解决一下？你少啰嗦啊！来来来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哎，你看看。啊。哎，佳佳，没事，我处理就行啊，没关系的。来，哥们儿，这边。我规矩我懂，来来来，那个你看看啊，他爸爸真是没救了嘛，是不是？又找我借，我不借都不行啊！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想借钱不还？别靠这么近。哎，你全撕掉好不好？哎，你看看。哎，你全撕了吧？啊，哎，哎，我还有视频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啊，哎，地点在这儿好了，进去。走走吧。你别管了，你自己解决。佳佳，佳佳，我帮你解决吧，没事儿，你相信我，我可以的。啊，有什么事不能？别说了，我说了我自己可以解决，就当我求你了，可以吗？是我是谁？